6月14日，余文乐、杜文泽、曾国祥和邹凯光四人为彭浩翔监制的三级片《飞虎出征》拍摄海报和宣传照。他们除了力排全套飞虎装塑形仔造型外，还分别穿上三角和平角内裤上阵。杜文泽最自信也最有料，以三角内裤上阵，激突现形，自曝拍摄前悄悄入厕所看 A 片，还指阿乐造假，只见到他塞袜子进去。余文乐拦理杜文泽指控，还以为模特出身的余文乐穿内裤拍照是平常事，但他有点害羞表示，以前穿过泳裤拍照，但内裤这是第一次。邓小鱼整理报道。